WT 中国大满贯，孙颖莎4-2击败王曼玉夺得冠军。颁奖仪式上，现场的氛围营造太好，两人先后出场都被喷乱了发型。莎莎吓了一跳，连忙整理自己的头发，差点就被吹成爆炸头了。网友吐槽，海产姐妹变成海胆姐妹。刘国梁作为嘉宾为孙颖莎颁奖，看到莎莎夺冠，刘国梁也笑得很开心。随后就是孙颖莎尽情享受冠军的时刻。新周期开始后，莎莎急速从巴黎奥运会无缘女单冠军中走了出来。目前两站比赛又是包揽两个冠军，依然是近乎无解、实至名归的世界第一。冠军。